下次还是送我娃娃好了。情人节快乐！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件吊带裤吗？谢谢 baby， 我下去试穿。好。你买他太老的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好神秘哦，你到底要送人家什么？噔噔，送你这个超实用的切割器，老娘吃香蕉没有在切的啦。baby， 你的手指头怎么受伤了？没事啊，只是为了准备礼物给你啊。跟你一模一样。哎，我送你这衣服还不错看吧？这我穿都不穿。baby， 啊，你这件衣服是在哪里买的？我妈说她穿不下啊，她还给你穿啊。宝贝，我知道你很喜欢 P 牌的包包，斯克 P， 谢谢你帮你买。可是 Prada 很贵耶，你是我 Panda， 就差不了几个英文字，差不多啦。难道他这次买了我一直很想要的包包？耶！当然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啊？生日快乐！哎，赶快拆开看。星际大战吗？我有全套 DVD 耶，你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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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那你这么喜欢，就送给你自己就好了。哎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，你有准备礼物吗？五年历送给你。年历？你居然是我公司的赠品？而且还是2016年的，真的。新的出来我就送你，好不好？说送你全新的。我回来了，看我不开灯啊 ！Surprise！ 你在干嘛？今天是我生日，哎，我礼物呢？我就是你的礼物啊！我要退货。喂。这个项链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属于你的。你居然拿送前女友的东西送我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上面写的 Kelly， 我爱你。好了，